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，我是石涛。好些朋友留言说，涛哥前两天在加拿大多伦多，一群人开着豪车去爱国，然后骂人家叫骂那些香港人叫穷 ABC 的 B， 我只能这么说，穷 ABC 的 B。 结果另外一波的也是支持中共，那他在留学生，他有中国留学生会啊，那个留学生的什么什么什么学生会，那是领馆管的，他们不敢不参加，因为他留不下身份，他还得回国，他怕出事儿。那群人呢，就去也得去跟着一块爱国去，他没有那么多钱，他开不起兰博尼，然后就跟人唱对台，唱对台，对方人家说叫 Free 香港，后来太急了。Free China， 他叫 Free China， 自由中国。他这喊着 Free China， 人家那喊那个自由香港人就不喊了，就看着他，对，一块跟他喊 Free China， 自由中国。这是一种笑话。我原来看到过，比如在上海、在北京有一些类似的贵族学校，教一些西方礼仪啊，西方礼仪的。说句心里话，我看着就是笑话。我个人说句心里话，我看着就是笑话。为什么呢？那他能开得起兰博尼的，你说他到这个他的穿戴的一切，肯定在西方社会中用钱来衡量的话，也都是顶级的品牌，对不对？往那一坐，他行为举止往那一坐，这啊。他了妈了，他了爸了，他了爹了，他爷爷奶奶就基本就在嘴头上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拿这个东西咔吹口痰，啥意思呢？西方礼仪他学会了，兰博尼也开了，对吧？4万美金的一身西服他也穿了，不开玩笑，英国最顶级的一位设计师，两个月前我在这个彭博社的电视里报，他做一身西服最低4万美金，正常价7万美金。当时彭博那个新加坡台那个男的说，哎，他说我这西服150块钱，他说我想象不出7万美金穿身上什么样，穿身上跟那个摸抹布差不多，它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穿7万美金的西服，你天天在王府井溜街，不会吧？那你就得在那没人的地方，因为得跟7万美金得对上。就像那开兰博尼的，也就周末转一圈，平常干嘛去？爱国他出来了，一出来就出了事儿。据说网上就把他的，这是谁家的儿子，那是谁家的孙子，那是谁家大孙子，就把这些孙子就谁家都给弄出来。但就我个人来讲，我的说法是，学什么东西都没用。当你是这块破肉的时候，驴就是驴，马就是马，骡子就是骡子，你给弄成你自己被人家党给弄成了一个骡子，你非说我是一个千里驹，你是头驹，你真是头驹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听人使唤的，是个废物。废物啊，就是一块破肉。所以有钱不是贵族，贵族在于品质。那在欧洲有一家那个，我在我眼睛里，我觉得那个儿子那个王子就把他们家贵族给毁了，娶那个老婆。一步登天，真登了天了，卡布当给抻了。那个你看他的做法，你看作为，你就知道。所以这是现实生活中人最关键，就是人内在的东西，那是真正关键。如果你一定用词，就是灵与肉。原始的灵与肉那本书有点类似于我眼睛里就是肉来肉去的灵与肉，真正的灵与肉是人的境界与今天贪婪贪欲的之间的搏杀，每一个人都在其中，因为你是
脱生成一块肉来的。在灵魂上能够认知的人，能够约束的人，这是道德的，所以它是灵性的。那在肉体上认识的，在进化论基础上肯定自我的，在释出的过程中遵从丛林法则的，你就是一块臭肉。拍我这期节目的时候，香港正在进行香港之路，它的源自于30年前的今天，在波罗的海，1989年8月23号，波罗的海三国，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、立陶宛，长达600公里，有200万人参加，当时叫做波罗的海之路。是苏联解体的第一步。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的实况。这是苹果日报他在现场的这个播报，他说在尖沙咀人已经够了，再往旺角方向再连。这是我们看到他现场的播放，他是一个一个走来的，他应该是在沿着地铁线三条线39个车站，我看有的说是45公里，有的说是40公里，它大概需要4万多人，每个地铁站是一个集合地，就这样连起来，大概做的活动基本上是这么个活动。那我们现在看到它现在是在旺角的现场，我们也看不出来它到底有多少人，因为它在这种现场拍摄呢，它就是大多都是采访个人了。他认为是8月23香港之路44公里人链，来表示抗争的决心。而8月18号是30年前，戈尔巴乔夫宣布，这是我们看到人链，戈尔巴乔夫宣布这个苏共解体，啊，在这样的一个纪念的背景之下，那现在转过来我们看到就是，波罗的海。波罗的海之路，所以正好30年河东30年河西在重演着这种故事。我自己的体会就是一个始终方得始终，所以在我眼睛里这就是很神奇的故事。所以这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一切都定下来之后我们看到的一种展现。其实出来的人参与的人，你看到的就是人的拒绝邪恶的一种表现。这是《纽约时报》报的，川普对香港抗议的态度出现转向，视之为贸易谈判的筹码。《纽约时报》在这个川普的眼睛里说，这是川普自己说的，再过不了多长时间，他认为《纽约时报》就完蛋了。是个在他眼睛里，《纽约时报》就是一个假媒体，就是胡来的。而川普在有关香港问题时，其和贸易问题时，特别是有关中共的问题，他在昨天，应该是在昨天是前天，星期三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叫 "I am choosing one"， "the choosing one" 这个词是在西方的宗教用语中常用的，被上帝选择的人，他用了这个字。那在西方社会反应比较大，原因就是在他们的传统的宗教意识中只有摩西跟耶稣是这样的人，他为什么是，当然西方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去掉了他前后的之间的关系，川普是在讲当跟中共作对的时候，当跟中共对立的时候，他认为他是被上帝选择的，因为他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是被选择，他讲这句话看的是天动作是那样，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，我个人觉得他讲的相当对的，他就是一种感悟的，他做事情不是学院派，不是在被教育的被训练出来的，我是 PhD， 我是什么两个 master， 我是这个，我是他没有，他讲的都是实际的和平铺直述的，因为他的往往因为他的位置
他这屁股一块一就像川普似的，屁股一把坐这椅子上了，他就成为瞩目的人，所以很多人去嘲笑他，去这去，就其实指他挣钱呢，围绕他很多人做了很多节目，挣了很多钱，哈，有点击量。我觉得就是个荒谬的，所以这篇文章在讲的过程中，主要是讲他的川普在对待香港的态度问题上。因为他对香港态度其实几番表达，一会儿提到，一会儿不提到，一会儿这个，一会儿那个。但是，其实川普在香港问题上，他有一个宗旨：第一，绝不提一国两制；第二，绝不提中英联合声明；第三，绝不提基本法；第四，他坚持香港问题是中共国内政问题。到现在他也没提，没什么筹码不筹码的瞎掰，筹码的说法都是技巧的人、利益的人去说的，上嘴唇说下嘴唇，所以这就是我就在我眼睛里所看到的，一步一路走过来，啊，等到了九月份，过这个中秋节的时候，他对头算从去年到这，最激烈正式的贸易战打了一年。很有趣，他在过程中他没退缩过，他只是想说希望能谈成，希望能谈成，希望能谈成，但是我一定坚持我自己的道理。这就是在我眼睛里我们看到的故事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